正常我自行去抽血检查，无验出药物的反应。啊，不过好佳哉，之前伊的小妹单亲甲你同款，有护理师的背景。伊听我讲的情形了后，伊就建议我去做毛发检验。我两个人去做啊，检验出来结果，证明我的脑包内面有残留迷幻药的成分。这是检验表的证明单。你现在是什么意思？可是证明，你要搞证明，讲你跟林子宪是无辜的，会用的啊？可是我相信你是被害者，要唔过林子宪呢？上早伊是不是心了瘫痪？同时阵对你也够对伊家己下药啊？然后这组，伊甲你重新来过机会。伊对我做了无感情啊，伊哪有需要做这种代志？你还确定呢？那无是安怎？伊要甲我扯落去楼梯卡？是安怎？伊要跳过害死我的宝宝？静宇，伊唔是这种人，你莫甲代志想甲遐尼恐怖好无？你搁咧替伊讲话？搁咧替伊讲话？我怕伊就是你的 Angel， 我根本不是啥物物件，我根本没。你走，你走，我不想要听你讲这伤害话。静宇，你先冷静了，跟我讲好不好？我跟你讲啥话，那是因为我要你寒心，莫让你搞猜疑。因我对你的爱，会一天比一天更加深。我这世人嘛，无可能反背你。静宇，假使讲你心内有啥物代志，你当直接跟我讲，千万莫做出无是你个性会做出的代志。你讲这句话什么意思啊？什么叫做无亲像我个性会做的代志？你即马摕这个检验单，要来甲我证明，还是要来质问我、试探我？无你归去讲，对你下药的人是我好啊！无你即马是安怎？是安怎？你是叫林子谦考取寒窑十八年，敢碰到啊？所以恁的规矩搬一出，我们不穿个四零鬼的现代版。难怪嘞，你都怎么想都是骗你哦。我讲需要出单呢，无过我家己有宝宝哦，牺牲阮母仔囝，牺牲全恁一家伙啊三个人，你敢会感觉安尼想法好笑？你敢会感觉安尼想法好笑？我讲啊，真，是的，我唔是条咁样死去你的。必须冷静下来，马上去动。你今日讲出这样伤害我的话，你敢袂感觉你讲这样话对我是过残忍吗？是我不好，我应该伫个这时阵，摕检验证明单给你看，啊，你误会我怀疑你。一张毛发检验证明单尔，所以当我静宇情绪遐尼激动，吓物件，一个反应，想要反手啊，啊，不过就是因为伊的反手，才会让我愈来愈感觉心内有鬼。原本廖准讲我已经送过药量啊，血液检验没有药物的反应，想袂到。罗家凤竟然走去做毛发检验，今晚嘛让因找到破空啊！那你耍来后一步嘞？我袂用坐伫个遮等死啊！要赶紧想办法阻止麻烦，继续拖落去。